下一个旋即日是2022年6月7日星期二，是全加州的直接初选。在斯郡，所有已登记选民将从5月9日开始收到邮寄选票，选民必须在5月23日前登记才会收到邮寄选票。选民可以选择通过邮寄方式，在任何投票处、任何路边选票投递处，或亲自到投票中心交回选票。投票中心是早期的现场投票地点，选民可以亲自投票、登记投票或更新登记、邮寄选票，获得无障碍及语言的帮助。选民可以选择对他们最方便的投票中心。我们鼓励选民提前投票，以避免在选举日排队。选举之后公布的第一批结果，包括选举日之前通过邮寄或投票想收到的提前选票、选举地点及其他的信息，请查询网站 www.stanvote.com